选前的时候有签署一个山南地区不要再发展工业，要朝向精致农业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魏明谷上任了，但是他要把这个案子提出来，我们希望能够他能够拿出魄力，把山南把二里经济这个案子撤案，撤案。彰化目前的工业区包含彰滨工业区、全新工业区、深港工业区、方面啊、田州、北斗工业区等等，全彰化还有1000多公顷的工业用地可以来让它使用，甚至中科四期还有600多公顷，彰化县政府应该优先来使用这些闲置的土地，不应该再来破坏这个高优质的农地来污染我们的环境。我们知道二林地区是一个地层下陷很严重的地方，那工业一定是一个比较高耗水的产业，那这里的水资源应该要灌溉我们这边优良的农渔产品，而不是去把这样的水资源，珍贵水资源拿去给工业，然后工业排放出来的废水又是有毒害的。所以这是整个跟当时魏明谷魏县长在选举的时候完全对立的一个选举的承诺。所以我们希望彰化县政府能够迷途知返，不要让前朝的错误的政策继续在这个现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又重蹈这样的错误。所以闲置工业用地太多，工业的配置其实就是，如果不得不的话，南彰化以高优质的农渔产业为发展，那让这个彰化的这些农地的资源达到最好利用，水资源做最好的利用。谢谢。县政府一直都用那个要制造增加就业机会的理由来开发工业区，可是如果照这样来想，这个逻辑来想的话，彰化县已经是全除了六星之外，已经是全省最大的一个工业县。那照理，我们彰化的人口应该会增加，为什么一直流失？好，那而且那个农业也不是不能够发展。好，那彰南这四个乡镇，二林、竹塘、皮头、西洲这边是很有名的粮仓。我今麦很出奇哈，在开发一个无毒的小麦，无毒的小麦开发哈，将近3年啊，开发起来哈，规全国、规台湾拢会知。阮即卖吼开发起来吼，就是一个卖花香甲卖到爆。即卖嘛是吼开发这个算无毒的小麦，啊嘛卖到下下叫。啊，区区吼一个产业园区才15家尔，啊别个敢无当钱啊？啊，你着开发一个15家，拄伫遐咧干污染阮大城乡，啊敢无别位啊？啊敢无较好诶？开发单位哈、啊，对设置工业区呀、啊。要以国土永续经营为原则来考量，不可以因为不当的开发，结果呢，现在有闲置的工业区已经够多了，你再多制造一些闲置的工业区。咱的好的会当讲，伫比讲来讲，好的空气是待几工吼？咱只看咱伫面顶迄个图4工尔吼，就是咱这个右侧遮绿色的这个啦，咱伫。咱中西南部，咱伫中华西南部，一年会当吸到比较吼较好的空气4工尔，真实嘞。啊，若摆的空气吼超过对敏感的族群吼，我连再搁解释敏感族群，啊，甲对一般族群拢有害一半以上啦，一半以上吼。所以代表啥？你一年有超7个月、6、7个月，你吸的空气是对你身体有真大的害吼。过去哦，我看到阮老爸因遐啦，因若咧挂吊啊，啊若喙干吼，澎湖水加起来，乌糖落落，冰甲落落，因喙干，因伫遐当安尼着啉啊。正款的水，讲实在，要互阮洗衫，阮着会惊，莫讲要食。真哦，较早我对环保团体感冒。对因食感冒，讲实在在乱啥，但是我真正深深体会到因的辛苦。讲实在，我有一天有一个伯来甲我讲，你想要安怎？讲啥代志？讲啥代志？伊讲哦，啊，等阮两个老拢老啊啦，啊，叫阮囝哦，要转来过两个老伙仔。
啊，你的查某囝哪甲你甲我应，讲安那应，伊讲哦，阿爸，你敢要哦，囝孙仔在住这空气生活品质遮歹所在了？我怎怎受伤哦，怎心肝头毛怎退哩？想哪十五秒，我阿爸啊，你安那甲应啊？伊讲哦，嘿啦，咱想想毛影了。啊，咱就一老啊，啊，咱就拢直接生活啊，咱也无能力去反抗阴性，吼、哦、啊，咱的生活惯势啊，咱嘛唔敢惊孙仔在安怎做，这上造成的，感觉造成的嘛，工业造成的嘛。那在地层下陷还有那个排水道张兵这个方案，我相信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很多那个乡亲也都有给我们很多意见了。那在这几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二阶的环评的审查了，那我们接下来会就是将那个。地层下陷还有那个排水道张冰和 PM2.5 这几个部分呢，其实都是会做一个专案的调查。然后相信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是环保署的委员呢，也不会说会很轻易的可以那个接受我们简单的一些那个调查评估的方式啦。那我们可能会必须要用专案的方式去将这三个部分然后做一个更详细的调查。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进去，主要就是因为刚才那一条环评结论放流水装管没有完成，他们不能够进去、哦、所以并不是没有人要进去中科，而是现在现行的最新的状况，因为现在中科是写进入二阶环评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办法在环评真正确定定案之前进去检查。大家其实特别提到地下水的抽水这个问题，在我们原来农场内，其实刚才简报也曾经有提到，里面有其实原先就有九口深井，每日的抽水量是26000多吨的水。未来这个园区开发的时候，这九口井是封井，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抽水20000多吨，其实是未来就是停止，没有这20000多吨水的抽水。所以以这个议题，以这个观点来看，反而因为它的抽水停止，对这个地区的地层下陷反而是更有一些注意、哦、那有关于放流水的部分，我想目前放流水我们当然提出一个方案了、啊。那这个方案未来其实势必还要有很多一个分析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县府这边希望说做更详细的分析，在进入二阶环评之后，把这些大家的疑虑点进一步做详细的分析之后，由专家学者甚至各位环保团体民众一同来检视、啊、我想彰化除了是农业大县之外，也是传统工业重镇、啊、以县政府的立场，农业绝对是要照顾、啊、可是在工业原传统工业这个需求上，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平衡点。